我是公关的车长，赚110年。用509加上用518区间车，区间车是207，是用509加上用518区间车。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10年，4月4号，何人站何人的，16:19。6:20收拍的是54504。经由北回线看花莲，树林发射经北回线看花莲的银绿色轻轨向号，沿用901车往区间快车，沿用901车往区间快车，站在核能站16。然后是首航区间快，加班全快车，向花莲54507。然后通过站是崇德，然后停靠新城。要减速了。这边，这边。
花东的那个，超漂亮。是这边吧，泰鲁格斯谷的。哎，不对，他应该刚刚走过去了。你感觉从这站要到了，对吧？因为我对地理这边地理完全不熟，我昨天刚刚有看到，是踩电脑那边的话，应该是大清水隧道。我现在崇德站，新靠站。复兴号1411单电头，加复兴号。去普悠玛有普悠玛，普悠玛这边好。我现在单线运转。我买去附近好了，崇德站通过。6:29刚刚崇德站通过。哎，泰鲁格自行通了。1500的海洋，平原，花东平原。新城。行星城站快到了，行星。
the gap. Thank you.新城站到。开启上门。谢谢各位按钮，那宝贝。